我们这两个危机好像还是有机会啊，看看他 AD 的位置。打团不轮装的话，我直接吸他，然后大家把他秒了。是不是还没刷？再哎，刷，再等等，刷，再等刷，再等，刷。走走走走走，你走你走，挡一下 Q，挡一下 Q，我去走吧。我能走，能走，两能个走。闪吧。我知道，我有闪，我有闪，完不用闪，看一下呗。他们闪不够，我进的没好，我进的没好，能吗？不来行，推不线能，呗，我感我有觉二打零不了。啊，不行啊，要不行啊，不行不啊，行别啊，推线会呗，炸推的，线呗，推线吧。会炸吗？那会炸，看那硬个打起无来会敌炸波的，的，哦，不打不打不打，推不线打，吧。但是可以推线，他没 Q 了。他们那我有二个，连的，他没蓝的轮子吗？哇就操，这 A 兵呗，吗？就 A 兵呗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闪，大叔。他们硬打会炸，他们硬打会炸，你这 A 兵就好他们硬打会炸，他们硬打也会炸。我们两边谁动手谁吃亏的。集中了。看大柱，来看大柱，来看大柱，来大柱。我晕到了，我晕到了，你们伤。我以为炸药来了。卡没了，没闪，卡没了，没闪。兄弟，他有毛病的，兄弟，他怎么玩游戏？我以为他没白。杀，你没说。我那里，我那里。别硬来，别硬来。挡住了，挡住了，挡住了。我操！我以为是炸药的大，吓死老子了。卡米尔没闪，卡米尔没闪。卡米尔人在哪里？卡米尔人在哪里？我能打断他，我能打断他。卡米尔闭了，卡米尔闭了。要啥？要啥？快追，快追，快追！打断，打断，打断，打断。没闭，他没闭。他死了，我死了，我干掉，我干掉，他已经死了。你直接穿，直接穿。OK。要快杀，要快杀！我扛吧，我扛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你扛吧，我扛吧，我扛一下就拉走。我扛一下也行。OK，OK，OK，那行，那行，那行。吃一层波线呗，吃一层一层。他 AD 不在的，推波线，我再推一波吧。你能溜，那我找机会越呗，我往里钻了。但他大树肯定在。别急，别急。哎，我他不在，走走走，来来来，往前走，往前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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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线，我得直六，我得倒六。你吃吃吃，吃完他必死，他必死，他必死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双龙没闪，双龙没闪。他跑掉了，我再来，我再来，别打。他们中单会踢，我也会炸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慢点打，行吧，打你。那叫上布罗，叫上布罗，布罗帮你晕布罗，打布罗，打布罗，打布罗。我挡，我挡，我挡了，把你们挡到。来呗，来呗。看你们了，看你们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看大树，看大树，可以吗？看大树，再看大树，再看大树，顶你们脸上。就杀大树，杀完大树走，不要想着再杀了。看一下。OK， 算了，走吧。我打个 Q 两，我觉得没必要了，真没必要了，走走走，没必要了，没必要了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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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30秒，那我走了，我不是也我跑了，我也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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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我也避了出来，我也避了出来，来得及。哎，他出来了，来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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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我，等，我来扛，我来扛。他没闪。我来，可以，我可以扛两波。你会扎我，我来，我吸了，我吸了，我吸了，我吸，我再扛，我再扛，我住了，我走了，我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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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能杀吧？别换，别换，别换！我跟他打，打野，你要走，你要走，你要走！你别走，别走！我死了，我死了！说慢了，没事没事。我们看一下小龙呗，死就死了。那我直接，我推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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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上。还好吧，我觉得他们这波很炸，他们这波是亏的。退出来应该可以。我有踢。他们中单去了吗？我们找他吧，找他出去吧。喂，我想看，看中啊。你看啊，你看啊。我也能看，我也能看。大家再看我在看我在看我在看，我也看不了了呀！哎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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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AD 对面 AD 没闪，那个中单也没闪，那个没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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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没闪，可以不用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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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，我要 B 我没，我感觉你来来来来来，郭老师来来来来，顶过来顶过来顶过来，你们，我哎没住好我没住好我晕到了我晕到了我晕到了，他应该还是能杀的，杀你们杀。nice， 走吧走吧，够了够了够了，推塔推中。OK OK。小心卡密尔啊，小心卡密尔。别被抓，别被抓，别被抓。小心卡密尔。哎，我可以证明了，我们快了。你们现在去 A 吧，去 A， 看看他会不会上。我们一起 B， 我们准备一起。我站你后面，我站你后面。他会来的，他没来。哎，我们能 A， 哎，那我们打 A 的吗？他们没有卡。A 吧。没大，我们 A 的很快。可以吹大树。哎，他有不能挡的了 ，A 可以开，可以连吗？连大。连他，连他，连他！我再连两个。哎，我也不龙 A 不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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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龙死了！大树没闪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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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能打吗？卡米尔来了，卡米尔来了。卡米尔走了，这下真走了，这下真走了。等小龙，等小龙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走走走，我知道。那是好耗，树木。快快快快，赶紧一起 B， 赶紧一起 B。其实这个线我感觉都不能管了。卡米尔可以看一下，可以看不看一下？我先闪一下二点了。杀杀杀杀，你们杀。挡到了，挡到，挡到！来，我再扛，我再扛，把他钻死！哇，可惜！哇，
给到盾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们能推二塔吗？不要打吧，不要打吧。推吧。嗯，推得很快啊。下个小金，下个小金，下个小金。不打大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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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神剑，不打大龙，我要避。那避呗，避呗，避呗。避吗？那我屏蔽了。他踢了，踢了。不要走，不要走。我要打龙！我没吃啊！我们踢浪费了，踢浪费了，踢浪费了！要不蹲他们人吧？我没吃啊！我这蹲人啊！试试吧！不行不行，得开开人，得开人！不行那不行不行！来来来，算了呗，走呗。这就算了吧，算了吧，走吧走吧，守塔吧守塔吧守塔吧，走呗，守塔。不能再干事了，他们要逼大龙了这下，他们要逼大龙了。踢的卡米尔没踢，中单没大，中路塔能守吗？想开我吗？算了吧，守不了守不了，算了。我来证明，我来证明，我来证明。哎，我他想开大，他想开大，没闪的。来，我挡一下吧，我挡一下，我挡一下。哎，我帮你们，我帮你们。我吸过了，我吸过了，我吸过了。哎，对面在送啊！我在攻。开冒凯，开冒凯，开冒凯，开冒凯。哎，他怎么又回来了？我留到了，我留到了，我留到了，我留到了。大龙，大龙。他黑到果子了吗？还是什么？他黑到果子回来了。这样冲着杀我，恶心啊！大龙吧，大龙吧，兄弟，他我在边打大龙。我有踢，我有踢。AAAAZ。加攻速，他们想过来好像，可以看你，可以看你，来来来。我 W 被他那个了，我的大龙过不了。死了死了，能杀能杀，大龙吗？我有踢啊，我有踢，我的大龙很快。那来吧，那来吧，不过我没神啊，想一天火。哦，不对，上单是没有踢，中路是有踢的。上路没踢。吃完走，别恋战，要准备火龙了。他们蓝都不要了，走吧，走走走。没事啊，我们是不守高地，我们试一试一试，不守高地没了。对，你守，我跟我跟。我要去保小北小马。轮子刀没大，轮子刀大招下出来了。把他们硬想抓你的。我下路。高地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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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地板。那我不去了，我不去了。看一下，我下路能出来。你看，下路想接面啊！走，我下路一波了。我应该死不了，我应该死不了，我也能走，我也能走。这种中单，这种中单，卡米尔没血，卡米尔没血，那保下我呗，我帮你们留人，帮你们留人。我直接下路猛推，你们那边能留人就行，我猛推。看你们推，你们推，卖我。我也推了，卡米尔到家了，卡米尔到家了。我们小龙吧，郭老师，他妈要被炸死了，我不让他们回，不让他们回。我们他们要来帮我，他们要来帮我的。这么砍！我不支援了，我来不了。我也在砍，我也在砍。吃果子的，要不算了呗。没事，我可以打果子，我可以打果子。我能靠，我能靠。他们多人啊，我这波推上，要不算了呗。要操作一下吗？走吧。要可以看一下。算了吧。算了。我们算了吧，我们大优势啊。你带。我们优势很大，我觉得没必要。还行，下路水晶拆了。这波我们已经很赚了呀，这波不打是最赚的。嗯，给了那个。哎，大叔，大叔，大叔，他妈的还敢在我们野区，兄弟！突破过来了。抓他呗！慢点杀，杀慢点，杀慢点，杀慢点，可以大楼，杀慢点，可以大楼。他绝对死，他绝对死，他绝对死。感觉我再保。就慢点杀，慢点杀。好 ，OK。慢点！我死不了，我很肉，我很肉，你们离我远一点。又有 TP， 你说？踢不了啊，这样，我把中塔拆了吧，那就。我得速回大龙了。啊！打一点。打开我们，打开我们硬五v五吧，五v五打一波。要杀会呀，杀会呀，杀会！这位置要被破了。看我，我位置很好，别急，你们别急，你们千万别急。不急，等牛，我一定等我，我很快。OK， 龙可以不要，看我，来看我，开掉位，开掉位，连到了。可能没那么好看。我大招晕了，没能力。我帮你们挡前面。没事，我帮你们控双 C， 不明 AOE 直接控。哇，闪现我。这里不就开始了吗？我太然后要是实在不行，还有一种方法啊，就是你们让格温去守也行啊，格温去守他也行啊，格温打得过他。但我没踢啊。对啊，但是格温没踢啊。打起龙魂团子怎么办呢？所以这里就是你们回来了呀，这里他其实也突破不了。就是不是你一直在说什么操作？你操作问题，你这个一打一打他哪有那么难打？你有大龙 buff 加红 buff。不是。你太不机会了呀！你上去烧他 A， 他要干嘛？我就是我看他你没 W 了，我惧怕，你知道吗？他真的没那么好打你吧？怎么可能敢踢你呢？我看你 W 被他打出来，我是还好啊，这里
对对，你我也没有说我没人是能打的我这也没有出问题啊，我是守他，我没有出问题，但是把我不鸟能把子线垫带。回去了呀。对啊，就是你这样让队友其实压力挺大，你我因为去你吧，是你是不好因为打我好怕他们那个。对啊，这你波如哪果有那万么能坤跟打？我在这边来冒开脸，那早是绝对死的。你这个是绝，他没闪的，你有闪的，你有大所以帽子，牛谁能头找到回他去呀？是因为我的问题吗？这有点太强行了吧？我的意思是说那我真的很怕，然后我当时一直说。OK OK 对，那他。OK 我的。OK，那反正这个我下不是次猥谁。琐一点，我下次猥琐一点，那我下次猥琐一点，我就只能在塔下。这有或者资你们源觉吗？得怎么做会好一点？我可以，对吧？我们可以探讨一我下。觉得你是不能让他把线这样送到我们高地的。就是我得出去打他，对但是我你要得刚那你我得就跟是他得，操但作我呀。刚我刚就是得出，但我我刚就是出去烧他俩，那万坤他又过来了，那到底怎么办？你们说。怎么说，兄弟们听我说，我感觉我是清醒的。你觉得我要说觉我得来呗，我想努力上去清兵，然后他就过来踢我，我就打不走。我觉得在塔下对吧？我不是再很大好他，吗？但纵队让我出去把线送出去，那现在就是这样一他个问题。进来能干嘛呢？他在塔下卡密尔有 E，他有 W 大的小炮，有闪的小炮，他现进来他们能干嘛呢？不是万坤，你这不就不能去那儿？我说真的，我知道，我说了我的问题，我打完第一个我。然后我们这波为什么会出压力问题？很大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跟那个 Zoom 协同好，Zoom 是要去 A 塔，我们好像不知道，然后我们这边就打起来了，所以就成这样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很简单一个事儿。我们这么想抢事业想干，这波不就是这里不应该被开吗？我不是我们开，是他们我们去干别人去了。懂我意思吗？我们是直接从别人脸上去干了。我已经这个时候说了呀。我觉得你们得跟我们知道，我知道。你说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这样了。你说的时候已经这样了，就已经只能拉了，就拉呗。这波不打起来已经很赚了呀。会死吗？牛头你不连会死吗？拉住闪现二连。死不了，你就在旁边看着，你别闪现，哎、你留个闪跑出来。当时的交流是什么？哥爸把他们留住，我能一波。然后我就我牛能至少没问题啊，卡面不回来，我确实一波了呀，卡面不回来我一波了呀。这个，然后我还想救香菇啊，这一波的想法就是这个。就卡面不回来，我不一波，他两个门牙塔也是最少得掉的。对，我收到信息是这个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卡面你没有留住啊，让他回来了呀。不是，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是这波我们是第一目标是小龙，而不是下塔呀，不是吗？难道？那我觉得你的思维太固化了呀，因为我们能推掉水晶的话。为什么不推呢？哎，我们龙也不会掉，其实我们龙也不会掉。对，我们龙不会掉呀，正常。你们只要不死龙，为什么但是我指挥的是打火龙啊，先指挥完，再先听好指挥，然后再以后再复完，慢慢说怎么打是最好的，不是应该是这样吗？那还是要随机应变。那你指挥啊？那你指挥我们呀？我指挥了呀，你那个时候我说我要推了呀，我怎么没指挥呢？我是真没听到。就我们在演打起来的时候，我们是说什么呢？我绝对说了呀。他说的让我们留人，他能一波。对，那已经是第二时间了。第一时间我兵线进塔之前我就说了，他们好像没听到了。哎、哦，我听到了，我说你要推高地。哦，对，这个时候是说了，是说他推高地。他说卡米尔他们没下路没人守，对吧？原话是他们下路没人守，你们那边拖着我们，我可以一波。原话是、这个、不是你就看我的位置吧，你就看我的行动，我第一时间是想靠你们的呀，但是我发现没有人守，所以我就可以推，这都要随机应变的呀，那就走，只能走啊，这里是带有纪律性的，你看队友在哪，你人齐我们随便接啊，你要是我们四个人都卡在这里，就这么带完这个线，他靠过来了，那你们在这里打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在这里巨魔不能上去咬人的呀，给个柱子就拉一下呀，给个柱子打断一下，恶心对面一下。我们不会开起来就行了呀。那我们你后面确实不该二连，但是我觉得这里就给个柱子恶心他一下不就可以了？不打起来，让格温把下路拆完了呀，就给个柱子恶心他们一下，然后格温把下路都拆完了，不是很赚吗？没什么，说实话，我觉得是谁的问题，就说是谁的问题啊。我们没办法达成共识啊，我们说的也没意义、啊。是谁的问题就是谁的问题啊？为什么害怕说出来呢？我觉得我有问题，我很大方的，你们可以说对吧？这不就是巨魔不应该上去咬人啊？难道说我说的有错吗？这不能咬啊！我没说吗？我没说话吗？对啊，就是不该上去咬人啊！如果不咬起来，牛头这里也不会开。这两人不能走上
我没说话吗？对啊，那就是这就是最基本的问题啊，就是不咬不就行了吗？这里，这里说是对面回防失误的，那下路肯定正常来说是有人要守的，然后有人守了，我们再去转到火龙也是百分百拿到的，他们回防失误了，这波对面。这波我们如果没有开起来，这里去拉扯一下，对面不就很亏吗？嗯，这波就算这波我们失误完了之后，我们就玩不了了吗？感觉不应该吧？后面是能玩，能玩，能玩。对，后面什么情况？你说到后面吧。玩呢这波再看、哎、再看没？能玩，又是还是大呀？这条龙丢了又不是就输了？嗯，我们嗯，对，我们也拿了一路啊，让那个龙拿了一路呗，就当是。你这波整体打下来不是很亏的。我确实不该这么打，就是人不在的时候确实不该这么打、哦、但是我下次我还是要叫人来亲眼去钻。今天两把龙魂团，两把龙魂团，对，都是这个最后的时候出问题。哎，我的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兄弟们这把打的还可以，这从这个时候开始出问题了。我的，下次我那没办法，我嘴确实硬，我确实还要这么打。注意一下，我是有点怕你死的，我这里我说了。我前面不该死的，我的，怪你，我懂你意思，我有的时候也会那样。哎，留了，我懂你意思，就是你看队友很容易死。